咗啦。OK， 好啦，今日咧，大家好，我系阿迪啊。今日咧下昼一点钟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同阿德哥、阿子龙啊一班咧 band 带嘅 fans 就会嚟到呢、一个 Tamasilation Features 2020嗰度咧，同大家一齐去睇一睇嘅。咁到底今日有啲乜嘢展覽可以睇到呢？這個網上展覽其實上年都做過啦，但上年咧就完全係一個網上嘅展覽，而今日咧就係呢一個係實體加網上嘅展覽嚟嘅。咁我係咁意都入一入去，大家兜一個圈啊。咁當然咧一點記得大家睇住啦，一點鐘嘅時候咧我哋先會入去睇下嘅。嗱，佢而家已經開放咗噶啦，大家可以喺下底嗰條 link 可以入去睇下先嘅。咁當然啦，你齋睇咧就見到展品啦。但係如果想聽我哋有趣嘅即係我哋德哥精彩演繹咧，一定要去一陣間嘅時間咧，就留意我哋會嘅 TV 啦。嗱，呢一個咧有一個真正實體嘅會場嚟嘅，係啦，你見到咧佢今年有幾多展區嘅？嗱，有合超合金雲啦，有毀滅之刃啦，有無面超人，有魔神英雄傳，有 Eva， 又有。Marvel 的復仇者和龍珠的，每一個地方，例如我只去一個點，因為下午才看，每一個點你都可以 close up 看，這個簡直好像 Google Map 一樣，整個是立體 VR 這樣看的，而每一個地方有見到這些點的時候，就可以看到詳細的產品的資料的，這個就是產品資料，甚至乎有影片的。好了，詳細不看了，我大家兜一個圈。咁記住，今日一點鐘喎，一點鐘係一點鐘，好詳細啊，要好即係好沉啊，要講三次啊。咁我哋入去可以真係見，好似行展覽咁，見到有唔同嘅地方嘅。留意翻有一啲咧係 Tamasilation 嘅會員先可以睇到嘅嘢喎。咁我一陣間快啲搞翻個 account， 一陣間睇翻係有啲咩先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一陣間大家就睇唔到啦。有好多嘅，佢收埋咗嘅。好啦，呢啲係無面超人啦，呢邊就係星矢啦。跟住中間咧，原來有一個叫主舞台嘅，到時咧可能有一啲唔同嘅片段可以睇嘅，咁到時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嚇，這個唔睇住啦。呢度仲有一啲其他嘅嘢，你兜一兜個圈先啦，望埋呢邊先。哦，原來仲有 Eva 嘅，呢邊咧就 Metal Gear 嚟嘅，唔睇啦，晏晝先睇。這個咧，哦，呢邊係魔神英雄傳。跟住哦，呢個 Robo 雲嚟嘅，仲有哦，美少女戰士，哦呢度仲有啲 Monster Hunter 添喎，有 SH Star War 啊，同埋呢個呢邊就 Marvel 啦，係啦，咁有好多隱藏嘅產品咧，可能一陣間我哋先至睇嘅。最後呢個就龍珠啦，兜翻出嚟咧就係、是，出門口啦。好啦，咁就講住咁多先啦，記住今日咧。今日是今日的一點鐘左右，我們就會來到這個 Tamasilation Features 2020的主會場，跟大家一起聲音導航的，到時跟大家見，好，拜拜，記住看 Toys TV， 拜拜。